好，最新消息立刻来关注 APEC 的最新画面了。这个习拜会即将要登场了，外界预估呢，习近平此刻应该已经搭上他的专机前往美国。同一时间，习近平人还没到，但是他的专属主席座驾 N701 已经运抵美国了。画面也曝光了，就是我们箭头中指的这一辆啊，总共有两辆。同时呢，这个画面是在外界所猜测，习近平这回最有可能下他的酒店瑞吉酒店所拍摄到的画面呢、哦？画面中你看到呢，习近平的这个红旗 N701 防弹座驾，虽然用这个黑色的布哦都先身遮起来了，但是它的轮胎没有遮，很明显一看就是红旗座驾，轮胎上头这个红旗的标志非常明显哦。那被拍到的这个车子呢，总共有两台，那主要是这一回习近平呢访美维安必须滴水不漏，因此他的坐车也是要自己专属的座驾。特地从中国大陆提前运来美国的旧金山，他是提前习近平到达了，就等于是习近平到达之后呢，这个他的专属座驾就会到机场去接习近平了。而这辆车其实就是这一回，就是每一回啦，习近平出访出席重要活动，他都是搭乘他自己的专属座驾哦，防弹功能非常的棒，年产五辆而已，因此呢，被外界封为是红旗主席的专用座驾。最新画面提供给您。那么为了迎接习近平到来呢，旧金山的中国城此刻也非常非常热闹，提前挂起了这种红布条哦，而且呢现在用这个斗大的中文字写着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。好，此刻呢在旧金山的中国城里头，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这种红布条高挂。另外呢，来有动态画面，当地的华侨也特别请来了舞龙舞狮的表演哦，用这种传统的中国活动来欢迎习近平。还有呢，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红布条哦是中文字，对不对？不止，包括了英文字的红布条也有哦，所以呢，中英文都有。为了这场中美的元首峰会，在旧金山当地的民间华侨通通动起来，举行一系列的热烈、很非常热闹的欢迎活动了。那外界预估呢，这一回中美元首见面，习近平跟拜登两个人会谈，一定会谈到的就是以巴战争了。这场战争还在打，不过一向跟美国站在同一个立场的菲律宾，竟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。好，你看到场面很激烈哦，那么呢是爆发了这个严重的肢体冲突哦。那地点呢是在菲律宾的驻美使馆前，聚集了上百位的菲律宾民众，他们呢是高举的旗帜牌子，他们在抗议美国，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来军援哦。但是呢，整个抗议活动抗议到最后演变成了那种肢体冲突哦。那么呢，你看到这个民众跟警方哦，两个人推来推去哦，最后甚至是打起来了。那而且呢，这些菲律宾的民众，他们不仅是抗议美国是战争的制造者，对以色列持续军援之外呢，抗议者们呢还谴责了美国他们在菲律宾的当地的军事活动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们是说不欢迎美国在菲律宾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。好，这是一个最新的画面，提供给您了。